我一向以為自己很白癡，但自從跟我們玩完之後我覺得參加旅行團最重要的就是口碑。那人家的旅行團怎樣睡著了，即是偷聽到他們說話都可以起身笑的。這個團有這麼重要，領隊方面我想做得挺好的，整大班人一起，幾人一起，其實我覺得氣氛很重要。見聞會社，講不完的旅遊真樂趣。